好，开始吧。这篇是介绍了 CLIP 的一种改进 CLIP 的训练方法。CLIP 在训练过程中，图像输入在每一个训练周期中都会经历数据增强处理，但是文本输入会被忽略，始终保持不变。这就导致各种数据增强之后的图片总是和相同的文本输入对应。这种不对称性会带来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图像编码系统方便获得的监督有限，同时文本编码器在每个周期会反复遇到完全相同的文本增强，增加了文本不拟合的风险。然后还有是针对语言的数据增强方法，主要集中在单词级别的处理，说替换或者 masking，并不足以有效的分析文本结构。所以这篇文章提出的就是一种语言信息的重写策略，可以有效的增强句子，同时保留关键概念和含义，然后用大语言模型来做这件事情，给每一个图像重新写一个新的 caption 来增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我就就是明这么一白件他事在干情，什么了。对，说白了就是用大语言模型重写了这个 augmented，就是把文本然后多样化标题是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。然后再用 like clip 训练，我去，哎，以前都没想到，哎，可是我相当于我想看啊，我们之前做那个指令增强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啊？令增强是就什么？是不能叫指令增强，就是说。就是之前很多训练的时候，比如说训练数据不够好，因为它那个图文里面的时候，它那个 caption 太过于简单，然后之前就做法就是让这个大语言模型，比如像 GPT-4，看着这个图片去描述一下这个就是描述一下这个文本，然后这个文本就变得很丰富嘛，然后再作为一个图文对去做微调，是吧？有这样的工作吧？对，然后。就说，因为这个文本变得更丰富了嘛，这个模型微调完之后性能很好，哎，当时就没想到说用来 clip，然后再增强一下是吧？文本增强一下是吧？那这样增强完之后，它的性能会大大提升吗？首先，反正提升了不少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OK，好，再往下看。那还是回顾一下 CLIP 的训练过程。好的，训练目标就是嗯。先给定 N 个配对的图文对。然后使用数据增强对图像进行预处理，然后用图像编码器和文本编码器去提取图像和文本特征，再去计算对比损失。然后成对的图像和文本是正样本对，没有配对的图像和文本对是负样本。然后这个是训练的损失函数。图像增强之后的编码，然后文本直接编码，然后用这个 sim 来计算距离。在整个训练过程中，只是对图像进行了数据增强，这个文本是没有变化的。然后，那如果要让输入的文本多样化的话，就是有几种不同的策略。第一种就是，让 chatbots 重写，从图像跟文本数据集中随机抽取文本，并且使用 ChatGPT 和 Bard 给它的 prompt，说把这个图像的 caption 生动的重写一下，保持在30个词以下。语言模型可以使生成的文本语义不会改变，它就很好的改写风格和系统，是一个。这是第一种，我们刚刚也说到。还有一种是 MS Toto 采样，很多现有的图像描述数据集都会给同一个图像很多个文本描述，说这个 MS Toto 数在这个数据集中，每一个图像都会跟不同的文本描述相关联，然后从这个数据集中，作者随机选择图像的集词，对每一个选定的图像选择一个描述作为输入文本，另一个作为输出文本。还有就是人类重写，就是从各种数据集中抽取的图像文本对，然后人类根据图像内容写，这样就有四种图像增强策略，文本增强策略。然后每一种策略都是从图片文本数据集中随机采集出16个原始文本，然后再用这个策略生成新的文本。但是考虑到 ChatGPT 和 Bard 的 API，如果进行大规模文本重写的话太贵了，所以实际上作者用的是 LlamaCD。
做法具体做法，这个总框里面，输入给是给 Llama 的 prompt， 蓝色是输入，哦，绿色是输出。这个我有点担心哎，因为啊。我们感觉我们自己用了这么多次啊，我就发现 Llama 7B 的这个东西啊，用起来有点抽象。那个好像我感觉最早好像要是还上面是13B 那个是吧？对吧？13B 好像比 7B 好很多。什么？对啊，好很 13B 多啊。对好很多。这个 7B 我们好多实验里面做出来之后，感觉都不太行哎。就只有小，其他也没啥用，我感觉好像，所以我不知道看看它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我最早做那个还没有图像的时候，我说那个正确率65%的，就是用的 Llama 的 7B，你说反那正个不太输出好。融合那个是吧？对，没有给那，图片，只给文本的时候，这么低呀、啊？对啊，就65，而且是要让它输出数字，不能让它输出文本，不然它会乱输出。那这个已经控制得很小了，很牢了。那后来你用了什么？后来是Mini GPT V2，就现在。OK，就好很多了，是吧？对，它至少不会乱输出了。好吧，那再往下吧，这个看这个，所以我担心它这个东西能行不行。然后上面这个三个是例子，上面这个三个例子就是这里这四个州得到的，用这种四个方法得到的，然后再给它一个新的，让 Llama 去输出，这样进行大规模的文本重写。就是在example intense learning 啊。在8个 A100 上重新写一次 CC3M 数据集需要7个小时，真有钱啊，哈哈，羡慕啊。然后开始训练。这个损失函数跟原始的 clip 唯一区别就是增加了这个文本增强，然后每次会随机选择一个增强后的文本和重新和这样的话和原始的 clip 相比。会带来额外的计算数学参数开销。实验用到四个数字都很大，我就在 ImageNet 和15个常见的下游数据上评估指标有三种：CFS、CSS 和线性探测。我这个是 CFS 分类结果，在所有预训练数据中，这篇文章的方法对 clip。提升，还挺多的，这样看起来挺多的。而且他们在训练期间共享相同的参数，也是啊，也相当于训练过程是一样的嘛，它只是把数据稍微那个一点。这个是 Q-Shot 和线性探测结果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用户通过 Clip 或者 Flip 然后就。到了 C，就是当结合了这篇文章提出的语言增强之后，Sleep 的 Fewshot 也得到提升，超过了原始的 Sleep，说明这篇文章的文本增强对 Fewshot 的情况具有泛化性。然后这篇文章就讲了这些。那就是反正说重写一下，那我估计他这个写的好不好也是个问题吧。比如说像这个语言模型，它用 7B，可能就写的不够好。如果再大一点的话，有可能会写的更好，对吧？是吧？那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，可以的。